力量今天尽在Cheerleader，年力到过人，种种艰辛，就让今夜去见证足印，成就我奋斗义无限。大哥，我帮你打去报单证，等咗200多个，终于有人听。咪嘈！大凤，系攞条蕉嚟。姐夫，咩事啊？我叫你攞就攞啦。你同我跪低。大哥，咩事啊 ？P 啱同我讲，烧结佢，佢啲客全部叻晒啦。咁佢点啊？佢走咗啦。佢仲臨聽之前講，遺言要我親手執唱衰嘅人食蕉，同佢報仇。君爺，佢冤枉啊！你同我走啊！君爺，君爺，你俾我講句説話，君爺，成哥，成哥，你過嚟，你過嚟，你咁望住我嚟嘅，我爸爹，我爸爹，我真係好感激你嘅，我話曬佢冇料啦，我要苦打仔死一死都会继续帮你跑上去，成哥，成哥，我埋骨放真好感激你。行开，咪住，唔好面子皮住，铁姐阿心，同我搜查 P T 大门所有嘅通道。系。锦妹，咩事啊？排骨仔，你同我认下呢间 training room 里边有冇你认得嘅人？锦妹，呢度玩咩花式？有我哋卓杰三千门生做证，仲使咩认人啫？排骨仔，如果你认唔出边个唱衰小杰，你就系唱衰小杰嗰个，你就一定要近招，呢个系你最后嘅机会。站上去，站高点，看清楚这里有没有你需要的人。成哥，是那个，那里侧侧地头的人啊。喂，新闻新闻新闻，喂，做个访问先，做个访问先，哇，众望所归。最佳男主角啊！有咩咁啊？你知啦，超凉啲嘢有几难估啊！喂，听讲话拍嘅过程好辛苦，有咩感受啊？哦，真系辛苦噶，但系即系呢次就好值得噶，因为好似以往我哋拍过《窿夫》啦，我当时都做六指琴魔，男配角都入唔到位。嗱，呢次靠呢套啦，终于得咗。啊，我谂观众朋友咧好想睇翻你精湛演技，我哋不如去啲精华片段好嘛？好啊，唔好过嚟啊！唔好过嚟啊！唔好过嚟啊！边个过嚟就边个入招。哼，我哋卓杰嘅兄弟个个都买重 GI 香蕉保险，啃蕉皮都有得赔，搣蕉皮啦，我写包单。你一定连皮都要食奶啊！你走开啊！如果唔系，我自己近招近死你。你啊，搣啦！你条尸数计得啱噶啦，总好过俾 agent 石逼翻去啊！九姑娘，我又冇叫你啲数，又冇叫你啲人，你点解要害我啊？冇人害过你，系你自己攞嚟嘅。冇。你神神秘秘咁样叫我入货，
又話有內幕貼士，又話有一隻基金一個月之內可以升4倍，仲叫我奮身添。你話贏緊㗎嘛？你都白痴嘅，買基金贏緊，咁就冇人跑數啦。我仲使做 recruit 嘅，人哋仲使做 agent。使唔使攞只招嚟？我幫你搣招皮啊！呢個咁嘅人渣，唔死都冇用啊！我死都唔甘心㗎啦！你啊，呢個唔知咩女人嚟嘅？你個腦又諗緊啲乜㗎？你之前又俾3倍握手費我，叫我過檔過嚟補成，又話帶起我發達，又介紹我買基金，我唔夠錢，你仲話借埋錢俾我，仲話可以慢慢還添。好啦，而家我蝕咗啦，你轉個頭就以為我即刻還，仲要起釘添。舅父，醒哥，呢個人既係犯咗 agency 門規，又犯咗保監條例。不外乎兩個方法處理：一公了，二私了。公了嘅就交俾醒哥，押翻去保監度再傾；私了嘅就交俾舅父，帶翻去 agency， 執入個麻包袋度，劈落去海港城。仲使講嘅，梗係私了啦！醒哥，你以下如何啊？反正呢排簽單簽到手軟，私了就私了咯，我冇意見。兄弟，醒，帶佢走，走！醒哥，醒哥，唔可以咁無法無天嘅。你係專業嘅 agent 嚟噶嘛？你同佢哋講話公了，公了好嘛？公了，公了，係係公了，公了都得。不過你要話俾我聽，究竟係我啲客發帖騰主動揾你啊，定話你專登搞我哋嘅關係？我冇搞你啲客噶，係佢哋話同你冇曬 trust， 所以先揾我啫嘛。如果你唔講真相啊，咁啊私了咯。唔好住，唔好住，唔好住。是我主動找他們的。還有，是不是你使去大角咀這個商場擺 roadshow 的時間呢？沒有12點都不生意拉架，還有商場生了都不讓我走，就是因為你要使開我，然後搞我和客的關係。哎呀，醒哥，這些很輕香咩？不要說了好嗎？如果你不說的，那就私了。是我做的，那你安樂吧。不要說了，我要知道。成哥，咬去保監處啦，唔好講啦。我要知啲嘢，你 K 小王嚟噶，啲嘢好輕香嘅，唔好講啦。我要知成哥，唔好再問啦。人哋喺保險界第時點都立足噶，唔好講啦。我係慘，但係唔慘得過有啲博客俾啲咁嘅人渣呃咗，咁就一世啦。我一定要知成哥，我撐你。呢啲人唔講，我就幫你私了啦。講。我講啦，係我灌醉我客嘅。是我帶了他上白樓，拿他的銀包出來跟他簽單的。還有是我專得不放你假，放我自己假，然後入元朗扮跟客人撞到的，那就行了。我知道還有是12年前那年兔年，我為了那隻金兔，我已經騙過客人一次，我已經跟他簽過一張單了。衰人啊，我都聽到火燒心啊，一於交俾人哋私了啦！唔好！大家聽我講，為避免保險業搞到亂七八糟，就俾我帶翻去保監公了。喂阿恆，恭喜你喂，終於 TOT 做訪問好嗎？係好，多謝。唔係 TOT， 係最佳男配角。係，首先好開心啊！今日真係可以做咗咁多年，終於有今日咁嘅成績，係好開心嘅。多謝。有咩多謝啊？首先梗係要多謝阿容生先啦，又好多謝公司咧咁多年悉心嘅栽培啦，好多謝卓傑啦，好多謝經理啦，好多謝所有嘅同事啦，好多謝所有秘書啦，佢都做得好好嘅，堅持最後一定成功。喂 ，Kevin 做個訪問，哇，恭喜你，套戲揚眉啊，終於最佳女主角啦，係嘛？多謝。今年是我第二次攞視後，但我心情仍然好激動啊！多謝阿醒哥同我對戲啦，帶我入戲，有一個咁好嘅對手，真係可遇不可求噶！呢個獎嚇，多謝 Training Agency 頒俾我，多謝 Captain 張頒台前幕後所有同事，呢個獎你都有份嘅。哎，我趕住下一場戲，唔好意思啊。去片去睇睇精華片段，我哋。
樂醒，你告訴我，你是不是一直都講緊大話騙我？你說什麼啊？你答應我這一生這一世都不會接觸其他保險公司的人。昨天有條友來找我，跪在我面前叫我放了你的窮，我才知道原來你一直都沒有跟他分開過。我們分開了的了，我都不知道他為什麼會找我來欺負我的。不知道這些 recruitment package 是我們的門生在你的位置找到，上面全部有你的簽名，你還想抵賴？件事不是這樣的， 你聽我解釋吧。解釋？還有什麼好解釋？寫什麼話？ More new life 的 package 有多好，他說要坐下跟我談一下，不然就死給你看。那他要生要死，那我就當然坐下去咯。還有這封呢？這封是怎麼解釋？INK 答應給5倍年薪你，上面還寫著你在寶城有多難受， manager 日日要你回來交單，退了有3年還要回來撐條天數做 case， 一聞到他陣香水味就想嘔。你聽我解釋吧。有什麼好解釋啊？你這個壞 agent， 我請你的，我捧你的，如果不是我，你一早就被飛行哥劍曬啲喉，如果不是我，你的名字一早就被 Samuel 在個板路拆了下來。我為你連 MDRT 都不做，我死心塌地咁穿你，到頭來得到啲咩啊？咪換到呢條 package 個餸咯。同我開會，一聞到我就香水味就想嘔。你呢個賤人，我而家就啃死你！頭姑娘唔好㗎，佢遲早都會啃焦㗎啦。大佐，我俾多一成 override 你，我有一個要求，就係佢啃焦嘅時候，我要在場，我要親眼睇住佢點樣啃死。好，我就打俾你噶啦。大佐，我想同呢个贱人讲几句。系。刘醒，我讲俾你听，你嗰啲朝思梦想嘅 package， 我寻日已经派人帮你 reject 咗啦。你加呢个公事班入，全部都系其他公司嘅 package， 同你写俾公司投诉我嘅数。我特登带埋嚟呢度，陪你一齐啃招，等你啃得分析，一齐落去压招啦。多谢你成全。刘成，你讲咗咁多大话，喺你临压招之前，可唔可以同我讲翻几句真心话？可以，冇问题。我同你开会咁多年，你有冇专心听过我讲嘢？你到底有冇专心听过我讲全年目标啊？冇。一分钟都冇？冇，一分钟都冇，一秒钟都冇。每一次一闻到你身体上嘅香水味，就想反胃。仲话听你讲嘢，我谂起啊，我又想呕啊！你去死啊 ！Don't touch 噶，香山大佐，我俾多一成 override 你，你应承我，你俾我亲手啃死呢个贱人。唔得噶，九姑娘，私夥人立先得噶，你仲争少少。Manager， 我唔怕话俾你听，每次开会啊，我脑里边啊只会谂起 package 呢样嘢。大佐，你应承我，俾我亲手啃死呢个贱人，我以后就死心塌地咁帮你跑数。你应承我啦！你答應我啦。 OK 啦 OK 啦，跳錯樓去死啦。就讓今夜去見證終日，成就我奋斗已无限，屹立在今天做唱断人，明白到未来彼此还心，就让坚毅去战胜黑暗，才令你奋斗已无限。